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锦鳞周点评的直播现场。锦鳞周点评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资深的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杨锦鳞先生一起合作的一档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杨先生拥有30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从总编辑到主持人，还有制作人，他专注在各类的社会问题研究，还有国际的事务。时政评论是独具风格，说人话、讲真事儿是杨先生的专业态度，谈的都是真情实感，聊的都是社会热点。我们非常有幸邀请杨先生再跟我们一起来合作锦鳞周点评，在每个周五美西时间的下午。大家，杨先生都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他对于上一周时事热点的观察和分析，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如果我们一周一次的节目让您意犹未尽的话呢，请关注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老杨到处说，每天更新时事分析，随时随地。今天是我们的第35期节目，首先来欢迎杨先生，杨先生好。好，这个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其实这个我想和杨先生聊的呢，其实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媒体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最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凤凰卫视哈、被这个紫荆文化，也就是被称为这个文化央企的这样的一个接管了。那么对于凤凰这一番的这个易主哈，而且我们也看到之前的这个凤凰的这个老板哈刘长乐，他是变现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凤凰的股票。所以我想问一下杨先生，就是说凤凰的这个易主哈、您是否有意外？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这个判断当中？凤凰走到今天的格局，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我们都曾经在这个凤凰也工作过啊。对，离开凤凰，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去讨论和占比凤凰的任何的东西，尤其是他的是是非非。因为我的人就是君子交恶不出恶言，何况我们不是叫打一份工不打而已，是吧？虽然我出了一本书，凤凰做了一些小动作让我很不愉快，但是我们不提这些，因为那是过去的事了。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了，我想可以破一次例，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来谈论我个人的看法。一篇好文章啊，一篇好文章其实呢有三个要素：凤头、猪肚、豹尾。开头要很亮，在过程中呢要很饱满，内容像猪肚子里面的东西，最后的收尾要豹尾，像豹子的尾巴，收得很有力。刘长乐先生在凤凰的这个收尾有点遗憾，多了一点可惜。第二个呢，这样一个结局是我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这个结尾有一点点残酷。如果不是凤凰金融去年出了那么大的篓子，现在可能亏了刚将100亿人民币，那些7万多的投资者是冲着凤凰这个品牌而来的，结果现在可能呢血本无归。也就是凤凰在凤凰本身平台的经营的过程中，它有它的边际效应，但这边际效应没有做好，拖垮了凤凰品牌的形象，有点浪费，有点可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收尾呢，其实它的结束可以更得体一点。因为我看到一点呢，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屈辱。刘长乐先生的股份的所有的出售呢，是 0.61 港币，是当时市价的8折。按理说他应该是要有溢出的，但是只是市价的8折，刘先生也接受。可以想见其中的无奈、尴尬和被动。所以这个结尾我感到很惋惜，结尾不是豹尾。对凤凰这个曾经一时现象级的品牌，我们会感到是一种伤害，但也可能是一种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主持人。是。谢谢杨先生啊，这个谢谢杨先生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他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啊。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杨先生沟通，因为我知道杨先生这个之前说到的他不会评论哈、这个有关凤凰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们想更想
通过这件事情请梁先生来讲这个对香港的这个接下来这个媒体的影响哈，因为像杨先生说的，我也是曾经在凤凰工作过的，也工作了蛮长时间。我个人对于，就因为我跟杨先生不太一样，杨先生是这个当时是主持人，我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小编导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给我带来的我还是很感恩，就是培养了我吧，然后让我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些经历和一些这个积淀。那么我们都是媒体人嘛，那么其实我们对媒体是这个还是很热爱的。那么香港原来也是一个自由宽松的媒体环境，那么现在如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出现哈，来问一下杨先生，您觉得这会给香港媒体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将来？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凤凰曾经的20多年。我想这个凤凰美洲台的台长卢小庸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坦白讲，那个文章对凤凰的整个曾经扮演的角色给予的评价是非常实事求是，而且非常到位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凤凰曾经是华人媒体现象级的现象，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我说是曾经啊。创业艰难，开场精彩绝伦，有几个参与当时筹建的朋友，他跟我分享那过程，真的是很感动人的哈、啊。不到5年，把一个负资产的一个媒体整成上市，对吧？当时有一个计划的，一个老板带着500个疯子，啊，大家工资极其的微薄，啊，任劳任怨，男人当女人使，当那女人当男人使唤，男人当怎么使唤忘了，嗯。男人当畜生使唤，这个后来我就加了一句话，说老板连畜生都不如，因为工资给我们太少。他听了很不高兴，那没办法，干嘛？就工资就是很低嘛。但是呢，凤凰的整个宗旨就是符合市场规律，也符合广大海外华人的利益。他们当然愿意听到真话，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那么这种符合。也符合了和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利益，所以凤凰不仅在早期的一炮成名，还创造了商业的奇迹，是吧？然后这里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了这一点，小庸好朋友，那么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是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好的新闻机构一定在生意上能够成功。因为毕竟市场的社会要的是真实可靠客观的新闻报道，以及对社会以及对人民负责的新闻媒体，所以我中心新闻号频道啊，新闻做得好，商业开化要做得好，因为凤凰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得比今天所有花很多钱乱讲的要效果要好，这个我们是深同感受的。对，所以凤凰的刚开始是做到了这一点，柯受良不越黄河，香港97回归，91160多小时的直播，台湾任何大师有凤凰，这是做到啊，还有那么多的节目，就杨锦麟这个50岁加入凤凰60岁离开，我给凤凰创造了12亿人民币的广告费，我也很感谢、没想到杨锦麟这个人还可以挣12亿，当然不是一个人挣的，但没有这张老脸挣不来，是吧？有的人就拿了几千万来就要给老杨他不开搞一档节目，人家就喜欢这样，但这是过去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关键这一点，就是说核心的一个问题，好像是小庸也提过，媒体行业除了喉舌功能之外，还应该满足市场需求，对吧？所以呢，电视台要为上级负责，其实还要为观众负责。对，所以凤凰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媒体啊，所以讲凤凰这个我要多说几句。凤凰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凤凰其实也不是被官方收编，它原来也是没有，你说它一点官方的色彩都没有，没人信啊。凤凰也没有拿到牌照，它只是一份会议纪要，它没有红头文件，在大陆里走了20多年啊。凤凰呢只能落地广东，落地三星级酒店，北京高校大院还是拼命去争取啊，所以根据外面的媒体报道，凤凰本来应该也有某种国有支持的属性，但是让刘长乐先生代持，这不需要知道，知道人也不需要太多，所以紫星文化就取而代之，
实际上是归队，不是收购。但我认为凤凰的存在的意义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凤凰它本身扮演的角色是体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推广。是的，现在把凤凰利用一点，都把凤凰贬得一塌糊涂，我认为是 不对的。然后呢，紫荆文化所谓的央企的把凤凰给收购，我认为是错误的。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营背景的海外媒体能够办得成功。我对紫荆文化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我不看好。所以呢，我也是欠了刘长乐，我在我的一个节目讲的，刘先生已经70岁了。本来70岁呢，人生70才开始，但是呢，70岁呢，身体最近有一些状况，本来也应该稍微这个休息一下，调理一下啊。默克呢，他不需要退休，他那个私人企业，但体制中人不行，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黄金电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凤凰这些年的收入很差，不太理想啊。然后呢，节目的质量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啊。那个那么的叫好，对吧？是的，是的。老牌节目都不见了，对吧？那么有些节目的对现在对国内对凤凰的政治限制也越来越多了，没错。关键是凤凰金融出事儿，就变成了压垮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所以呢，我想呢，香港媒体的这个重大变化，其实从今年年初以前，我的落落声我也若干听到了一些风响，说辞任的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然后让央视的副台长，让上海社科院的那个来那个，对，到现在孤清手中的所有的持股，现在呢就是紫荆之后就是中移动了，所以基本上是国有的媒体了，没错，国有的媒体了，这凤凰的曾经的辉煌已经告一段落了。有人说是捏盘，我不敢说他会捏盘，捏没了都不一定，对吧？所以呢，刘长乐从他创办的这个到全面退出了，就是中国媒体、官方媒体或者他港澳政策的整个成本就收编。我认为呢，这个东西说老实话，最关键是呢，多闻网把刘长乐的退出、凤凰的收编和中央政府对香港媒体的整顿，它的生态相提并论，我认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主持人啊，所以杨先生还有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你把苹果日报整的是你本的，苹果日报是站在你的敌对方面，凤凰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凤凰在香港毫无影响力，凤凰也搞那个香港台没人看，凤凰搞那个粤语台也没人听。凤凰在香港没有影响，它的影响主要是海外，主要影响是在中国大陆的若干知识分子啊，在层次比较高的人，海里头的领导是一定要看得住一次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以前蒋文家宝他妈妈是天天看有报天天读的，回来以后他跟儿子复述，这个杨锦麟今天骂你什么，又说你什么啊？这个老太太是很认真的，结果呢，他扔了鞋以后就完了，就不行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曾经他扮演的角色。这个香港，你刚才谈到了香港的媒体生态，我觉得是香港媒体生态基本上除了苹果之外，基本上已经被共军收购了，中资这边覆盖了，就剩下明报，剩下信报，现在京岛日报这种中性的报纸，还有一些有点点稍微不同声音的，基本上呢，文汇大公商报办得一塌糊涂，我N 次的批评了，我自己的商报当过主笔，我知道影响力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完全跟颠覆了周恩来、廖承志当年对香港媒体的一些指示，完全没有。现在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了。在自媒体方面呢，虽然投了一些力量，但基本上也不是爱国爱港力量的为主。香港人的这个自媒体其实还有目前还有点喘息的空间，就说一点不同的话。这紫荆把凤凰收购可能是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收购呢，会不会让凤凰再次展翅高飞呢？我不太看好。而且凤凰这些年在欧洲的经营，在美洲的经营，
在台湾的经营，在日本，还有在俄罗斯，在伊朗，他都有自己的布点，而且非常优秀。这东西如果也就从此以后就没了或者消失了，我认为是非常浪费和可惜的。没错，基本上呢，国际广播电台、广播电视台这些，包括新华社的海外联播，没有办法取代凤凰传电扮演的角色。对，没错，没有。只要官方一介入，只要漏喇叭，整齐一律，你就没有办法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是个悖论，但这是个真理。根子不在这些媒体人身上，不在这媒体身上，根子在后头。嗯，在后头。所以呢，这就是凤凰，我谈看不到涅槃的迹象。反正是可以告别凤凰，我告别曾经的凤凰，告别曾经的辉煌。这篇文章没有写好。这个尾巴不是豹尾，尾巴的让我觉得还有点伤感。是。而我也在借这个机会，跟刘先生说要保重。该放下就放下。心无挚爱，得大自在。有时间，你有空，我也有时间，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你，但是没有办法给你陪酒，身体不好，对吧？给你喝茶吧，把人喝醉。以茶代酒，茶把人喝醉是可以，不吃饭就喝茶，也很容易醉哦。这叫这个茶不醉人，人自醉嘛。这个杨先生，这个话题呢，香港呢，基本上就是苹果可能搞不好用港版国安法的方式把它封掉。对。苹果日报正在出售台湾的苹果日报，他也在做收缩，没有广告坚持那么多年，靠民间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的。当香港不再有言论自由的空间，或者不再有多元声音的空间，也许呢，中联办会松一口气说，哎，别那么烦我。但是呢，这样的香港，你说和罗湖和深圳有什么两样？所以呢，多维网有一篇文章，特别强调一句话，我想有必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好，那这文章是这么说的：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新闻自由是它之所以可以立足的核心价值之一。香港的媒体生态和体制也完全不可能跟内地一致。所以呢，北京和香港没有理由对所有批评声音一禁了之，应该有更为智慧的方案，让香港的社会舆论从激进、对立、撕裂，引向更为理性的思辨的方向。香港的核心价值两个单词，一个自由，一个法治。当自由和法治不复存在，或者被极大程度的消弱化，香港的一国两制后面20年的实践不可能成功。所以今天的香港，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的一左二宰，在新的形势之下，如果再重犯的话，这个悲剧和影响会更大，损失会更惨重。主持人，谢谢杨先生啊，这个确实，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之后，我也是觉得，就像您说，有点悲情。这个作为我来说，我真的是这个觉得凤凰给予了很多，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就是就像您说的，还是很难过啊。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希望，现在我一直在，主持人还是不要带感情说这段话，带风向，对不对？带风向，但是这是我的真情实感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依然是在做媒体，就是像杨先生也有这个您的油管频道，然后我也在这个油管上哈，这个皓视频做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还是在延续我们所秉承的，或者是我们所坚持的一些理念，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这些报道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评论也好，也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些比较中立客观的这样的一种印象，然后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观点的分享哈。这个我认为，一直以来就是我做这个频道的我所希望的。今天也谢谢杨先生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您对于凤凰的这个看法，感谢您，谢谢，辛苦。
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哈。刚才其实杨先生您讲到凤凰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网友都能够知道他们是看凤凰的，因为这个他们都说啊，这个您现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比较这个家喻户晓的一句广告词了哈。所以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所有喜欢曾经凤凰的朋友说，如果你们还想听真话的话，多看浩频道，多看老杨到处说，多看锦麟周点评。对，没错，多看这个杨先生的频道，多看浩视频。这个因为说实在，我也很感恩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能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个理想吧。感谢杨先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我们的锦麟周点评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大概梅西时间6点多会跟大家见面，如果您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感谢您收看，我们下周见。